飞碟说，知识从外如此性感。飞碟一分钟，每周一至周五更新。什么？啪啪啪的时候，女友没高潮，那也不行哎！叔叔就传授你们几招啊，让女友学会收缩阴道周围的肌肉，这些肌肉是用来控制高潮的，有节奏的收缩有助于将血流引向生殖器，达到性唤起，还可以借助阴道哑铃做锻炼，不仅能帮助激发性高潮，还可以让高潮来得更猛烈呀！既然是双人运动，那就学会你来我往，适当的时候把主动权交给他，让他在你身上可劲整，鼓励他自己去寻找那个神秘的祭点，再跟着他的感觉调和彼此的节奏，分分钟到高潮啊！选择适合自己女友的工具，毕竟你不是电动小马达，做不了托马斯全旋。像震动棒这类的工具，简单实用，还能轻松快速的让他获得性高潮。哎，老爷们不用觉得没出息，让女友高潮比什么都有成就感。掌握时间，平均来说，女生高潮需要的时间在11至15分钟左右。哎，时间长了容易缺少爱意，你不疼人家姑娘疼啊。当然，时间短是禁忌，还没开始就结束了，那就等着被甩吧。什么？搞不清女友是不是真的高潮了？那也不行！发送关键字假高潮到飞碟说微信，告诉你高潮是啥样的。扫码关注飞碟说微博微信，知识让你更幸福。